拜拜是什么意思？公公拜拜啊，公公拜拜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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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公公，这个是土著的烟吧啊？呜，好香啊！No, I can't smoking. Yeah, 味道确实是这个浓烈的那种烤烟的味道。嗯，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吗？这些都是爸爸自己做的。哦，好漂亮。关于比达友族的变迁，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。比较可信的一个是，比达友人原本住在西婆罗洲沿海一带，但由于常受到海盗的侵袭，许多族人被掠去当奴隶，于是比达友人就开始退入内地，聚居在容易防守的山坡地带。他们这个族群有多少人呢？他的村那边有四排厂屋，间有啊，他的厂屋有些是60间房罢了，有些是50，有些是70。kalau dari satu sampai lima puluh nomi itu itu masih dah。他们土著人不是有，他一清楚他丰收节的时候就去每一家来拜访嘛，拜访。从第一间跑到尾的时候，到尾的时候已经醉了。婆婆有几个孩子呢？家里？爸爸拿孙子都已经23个了。哇，好厉害！他们不是很大，60多岁，在比达友族多大就可以结婚了呢？六五毛八八公。十八，哎，才有点大。啊，他很害羞，想要出，然后他讲得出，然后酋长说，他讲他二，他16岁的时候，16岁就嫁给酋长了，那个时候您是从哪儿找到婆婆的呢？没嘛，那中巴的啊，村的了。哦，也是从小在这个一个比达友的这个族长屋里面长大的，就是他们自己的啊，村的人。公公结婚的时候那年多大呢？25岁。哦，那公公比婆婆大9岁。哦，很好哎。